这个指甲有一点勾到肉里去了，今天我们给它修出来啊，勾的也不是很深啊，要不了几天就有小白头了，知道吧？现在它这个有点深啊，修的时候要水泡20分钟，慢慢的推进去。你们看一下。不疼吧？你看到啊，这么大一块，像你看我们感觉很轻松的，一下就拿出来了。啊，有的人搞不定的话，可能要很长时间。这边拿掉。